那个插画家，插画家你直接创作了。刚才找不到纸，现在有那个。真的。在这里，真的太糟糕了，什么的。要不好意思了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没有不好意思，没有不好意思，刚刚好而已，莫名其妙。的眼线，刚刚好而已，好不好？这个不处理真的太过分。最烂礼物，最烂礼物。监督哎、欸，怎么会？怎么监督成这样？监督成这样？他应该是把那个礼物自己收起来，然后拿了另外一个。偷换了是不是？真有钱啊！啊，这样子这么温吞啊，好客气啊！哎，拿到那礼物都来消化一下。七天没睡觉了。看照顺序，照顺序。照顺序我也有拿到他，我也有。啊、有拿到的东西。不说不能开了。我是第一个开的，红色的，红色应该还好。交三年前，要画一点。哎，好像画嘴巴会比较好笑。你要画嘴巴，小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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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画到的。哈哈，我很会画的。那个色素，嗯，先我先画一下他。我要画啦！等一下，我们有先换到的先画。对啊，受害者先，受害者先，受害者先好了。有经手过，这个受害者崩溃了，怎么可以不画呢？是很瞬间崩溃，瞬间倒掉起来了。瞬间崩溃，这支好好好湿哦，是不是哦？我用的东西都很多的，不够那个，笔不够粗，要画太久了。不要这里第一名的要废话，不会。烂礼物，烂礼物，接下来，输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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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崩溃了，瞬间崩溃，我超大都直接倒在地上崩溃，起不来。没有你画的不够接近。嘴巴对啊，又把它画粗一点，不然你再补好了，补一下。没有，你那个要适合画黑色的，哇，书斋这样。三八就是蜡笔一样，叫做有蜡。直言字，直言字啊！我知道，往他眉毛画，画眉毛不好写啊！对，你还在乎他好不好写啊？对啊，他的好可怜哦。人真好，人帅真好。他点一颗痣哎，我觉得点痣是一种什么客气啊，超靠北，但是不好看哎。然后刀疤，刀疤。那个签，麻烦回收一下，签来，麻烦回收。好，下一个啊，换谁？下一个，还有谁抽到？我，签给你，回收，送死之地，谢谢。还有没有人手上有签的？光笑就够，好累哦。那个签王有吗？有毛笔耶，好笑吗？是啊，细软笔不好画，都我的，应该是的，蛮好笑的。额头没有，因为你要写什么？好笑，好狠哦！完蛋了，完蛋了！你不要挡住我的镜头。哦，看谁？你要开眼的，天津饭呢？开眼的，天津饭。五号是谁？我要帮他。天津饭感受。天津饭。然后五号，五号是谁？五号是谁？该五号是谁？五号是我，五号是我。你要画图了。没有啊，没有看到。好好笑，那个也可以是那个二郎神。三只眼，三眼神龙。你马虎，你先，你先。我在脸上玩个紧急游戏，好吗？挂一个，喝点红茶。自己玩紧自己的天 OK 要我来哎呦好轻哦，我是五号，可以先画五号签不拿来，五号哎、欸、撞到了、啊、现在有在录吗？有啊，所以我画嘛，我画对啊。你那么会画图，多画一点。好，我画一下哈。啊，不好意思哈，这个那个实至名归啊，不好意思。啊，真的很晒，你知道吗？你要签名是不是？你要写毛笔哦，他画笔哦，大便。你要不要盖章？真的很帅。要不要盖章？盖章有哦，我盖啊。对啊，那两边平均一下好不好？好可怜哦，这个笔我们的游戏还没更新完。没有，那蜡笔是店家的。可以的。要张罗补盖，我拿一下。张明补盖。你很烦你。杰西都带好了。我的没有，你知道为什么？因为我不拔
还我的美人。然后你来一下，看一下。你要盖章，十张，第一个被章盖脸的人，对，第一个被章盖脸。这个提个示一下好不好？提一次。来，可能力道大一点哦。好靠背。哇，这鼻子。哇。哎，是吗？我要等一下拍他的特写。哎、欸，好了，怎么了？还有谁？没说一种的话，还没动手了，快动手！你画没？一起啊！刚刚换三张，随意。总攻击了。文美。还没到哎、欸。脖子！我发现最狠的是莎拉哎、欸。对啊，你很恨是不是邓一涵？这是啥？你老塞你吗？画完。好狠哦！我的妈呀！哎、欸，还有人要看的照片要画、欸，画什么？叫给你救回来，贝克汉。他也是画贝克汉，咋画鬓角啊？是什么？来，涂黑好了。非洲鸡。非洲鸡。天哪，那个眼睛。胡子要画一下。天要亡你不得不亡。对。眉毛给他厉害一点嘛，眉毛。黑色的、啊。圈。从我打上那一刻起，他就冠军了。冠军了啊，真的，打开就冠军了。广告也不是这样打的。广告说不要打开，广告也不是这样打的，而且大家完全没有犹豫，就直接选他冠军了。好，蓝色。眉毛，眼影。哎、欸，这可以洗得掉吗？洗得掉了，毛会洗掉那个墨的。他要不要把他礼物拍一张啊？那、no, 他要跟自己礼物拿起来，他赎罪，我赎罪。啊，琪，轩轩换人了。快点，带着你的礼物打开。哇，这个好好笑，靠呀！快桥下来是怎样？小女生出潮啦！出潮啦！哇塞，哎，变帅啦！真的，好强啊！你要说帅好补强啊！好啊！来拿着你的，好啊，好啊！最后补强。好啊！老板，那画太可惜了。画科幻一点。是我。画科幻。快点，那脸变小嘞！哈哈哈哈哈！瞬间。小哎、欸，真的变小了，真的变小了，不错，有修容了。其实你就想要这一哇，阿轩还会画画阴影呢，对，一定要啦，这个赌蓝到底了，好吧？超雷，本来今天开开心心，结果你却买这个，你家露脸玩给我拿这个，你家逼死谁啊？哇靠！在总攻击，泄愤，应该看不到，可以啊，来麻烦把，等一下，麻烦个人照业，个人麻烦把你的，麻烦把你的结婚证书拿到脖子，啊，烂透了，到底是什么心态啊？真的，到底什么心态？跟我说一下。救命！哎呦，我肚子好痛哦。